环球网科技综合报道。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10日报道，天文学家将一个神秘的太空物体命名为 AT2018COW， 他们可能捕捉到第一张诞生在2亿光年之外的黑洞的照片。这个不寻常的物体比正常的超新星更亮，其亮度是超新星的100倍，寿命也更短。出现在大力神星座，天文学家说它可能是中子星，也可能是黑洞，但还不清楚是哪一个。2018年6月17日，夏威夷的一架天文望远镜观测到了这一神秘的亮光，它类似于超新星，一颗质量巨大的恒星在生命周期结束时突然爆炸，导致黑洞或中子星的形成。研究人员还检查了它的化学成分，发现了氢和氦的明显证据，排除了产生引力波的致密物体合并的模型。这一理论得到了一个多机构团队的支持，他们将硬 X 射线和无线电波等多种成像来源结合起来。这项新的研究用硬 X 射线观察这个物体， X 射线的强度是普通辐射的10倍，包括无线电波和伽马射线，这使得天文学家能够在最初的可见亮度减弱很久之后继续研究这一异常现象。由于这颗坍缩的恒星被相对较少的碎片所包围，研究小组得以透过碎片窥视到该天体的中央引擎。科学家们还受益于这颗恒星与地球的相对距离，尽管它坐落在遥远的矮星系 CGCG137068 中，天文学家认为它就在转角处。美国西北大学的助理教授拉菲拉马古蒂博士说，我们认为这一定是一颗超新星，但我们的观测结果挑战了我们目前对恒星死亡的看法。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黑洞或中子星的形成。从理论上我们知道黑洞和中子星是在恒星死亡时形成的，但我们从未在它们刚出生时就看到过它们。我们马上就知道这个光源在短短几天内从静止到亮度峰值，这足以让每个人感到兴奋，因为它太不寻常了。以天文学的标准来看，它离我们很近。顺便说一下，2亿光年对我们来说很近，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离我们最近的瞬时天体。仅仅16天，这个物体就释放出了大部分能量。在一个有些现象持续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的宇宙中，两周的时间相当于一眨眼的时间。这些发现发表在西雅图美国天文学会的年度会议上，并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实习编译之后，一审稿李宗泽。